小璐和女儿甜心牵手亮相机场，只见李小璐戴着口罩和帽子，显得十分低调，而甜心则身穿大红色大衣现身，白色口罩十分抢眼。不过看得出来，小甜心并没有被口罩影响，还频频朝着旁人挥手问好，显得乖巧可爱，相当有礼貌。不得不说，长大了的甜心已经是个懂事的小公主了，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大大咧咧的女汉子了。据悉，日前李小璐带着女儿甜心在日本旅行，母女俩互动温馨有爱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